NASA 公布的有关911事件的卫星图像。当地时间9月11日，911恐怖袭击事件20周年纪念日当天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公布了有关911事件的罕见卫星图像。塔伯特森是当时国际空间站机组人员中唯一一位美国人，在空间站飞越纽约上空时，他用照片记录了事发后的场景。无论是谁，眼看生命正被恐怖行为摧毁，你一定会感到震惊。